自己可能在找感觉吧，突的会多一些。周玉强有空当就要扔，好球。周玉强这个球节奏非常好，对，有人得分，因为他有这个两米二的中锋啊，所以守联防还是就是采取的更多。因为啊，毕竟崴脚缺席了两场，好在有全明星让他能够多一周的这个缓冲期啊。大范围的转移给了今天手感正热的周玉强，第三个来了。来，我们回来继续看啊，北京已经在客场落后了十分了。现在还是把今天投得很准的周一翔派到场上来，大范围的横传球，啊，好球啊！杨德斯已经十九分了，挡出来位置有点高，没法投，自己运到四十五度，有突破。都在青岛队的主场，延误一下，杨子找人被周一翔干扰。哦，王清明已经四犯了啊！周一翔今天真棒，对，直接推进，守住了后场篮板。很坚决啊，今天有篮儿。进入暂停，我们稍事休息。随着比赛临近尾声，越来越近，雅尼斯的这个红线，暂停红线也越提越高，六分就叫了个暂停。青岛队守一联防，守联防三二底线跟，然后泰隆再回去，对，这还挺有意思的啊，是，但跟过去就不回了。但是进攻也周一翔啊，对，非常耐心。雅尼斯就是谁准，我今天就很有激情。吴庆龙知道还没有去调的意思啊，继续让达克莱约翰逊打，因为确实比赛效果很好。这一节他们目前是。